哼，我们绝不会让他死，但是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师父，他在这儿已经有两天两夜了，他只是个女人。张默，你有变化，但是你这种变化不应该有。师父，我们遵循的是日本武士的精神，而不是冷漠、残忍。冷漠？你说我残忍冷漠？我们是优秀的大和民族，不应该有野蛮的兽性。正因为我们是大和民族的子孙，为了生存，我们才会千方百计地击垮敌人。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，不择手段才是最好的手段。老师，学生愿跟随老师一起作战。玲子，郑默，你们听好了，丛林社会法则告诉我们，适者生存，仁慈是保全自己最大的弱点，暴虐是保全自己最大的优点。是。
我这辈子爱你，下辈子还死心塌地的爱你。行动太危险了，快点，后边跟上，走。谢大哥，天嫂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们来布置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谢虎，这两天你太累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休息好了我们再研究。修道院的大门只有一个入口。谢大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修道院的大门是白猿最关注的地方，我让孟营长带人去大门吸引敌人的火力。谢虎，那我们不管天嫂了吗？苏姑娘，你知道战俘被关押的地方，我们几个从后面墙翻过去。这么做天嫂不就更危险了吗？孟营长，你进去以后千万要注意隐蔽，保存实力，听我的命令再出发。可是天嫂还在鬼子手上，我们要是硬冲的话，先别管其他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任务了吧？你们想想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什么叫其他的不用管了？谢队长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。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嫂子呢？不要再问了。
天菊花同志已经不在了，不在了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拿走了我的狙击枪，是你，我们可以救他回来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一个一个都给我好好活着，这样才能打鬼子。那嫂子呢？嫂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唐姑娘，你是指导员，你是老党员，别人不理解我们，你还不理解我们。如果是你，你该怎么做？ 我知道你们不理解我。 菊花是我的媳妇儿，是我爱的女人。你们认为我这么做决定，我心里好受吗？我失去我心爱的人，我心里是滋味吗？但是我们是八路军战士，是人民的部队，这是革命任务。作为革命同志， 想办法弥补它。好，细菌武器的计划实施的如何？我正在加速实验，已经初具成果。可是一些关键的数据，当年被渡边雄一完全毁掉了，现在实验有些困难。那个渡边雄一还没有找到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妻子尤美子。白元君，我们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美国人已经对我们跃跃欲试。 国内形势也不乐观，如果还不能完成细菌实验，将细菌武器研制成功，那么这些武器即使被研究出来，也派不上用场了。明白，我一定尽快找到渡边雄一，完成研制计划。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吗？天中将军需要的只是实验成果。 我们的时间有限，修道院里所有的战俘最后一次成为你的实验品。如果实验再次失败，鬼冢君，你的尸体将与他们永远的留在修道院。嗨，已经得到的情报，在修道院的秘密基地里面，日本人正在实验一种细菌秘密武器。 这种叫HI的秘密武器，一旦实验成功，迅速传入战场，这对我们的抗战势力以及对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，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！这种HI的细菌实验一旦成功，在病人没有发病之前，没有任何征兆，一旦发了病，病人就会全身大幅度的溃烂，呼吸衰竭，全身瘫痪。
最后导致死，而且这种病菌传染非常之快，不但通过接触，而且气体和液体都传染得非常惊人。所以一旦这个实验要成功的话，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威胁呀。鬼子目前具体的研究情况我们还不知道，但是他们急于找一个叫渡边雄一的人，这个人是他们能否研究成功的关键。你看看，他就是渡边雄一，这是他的一切资料。现在呢，掌管着细菌实验室的负责人叫鬼冢一郎，他是渡边雄一的助手。不要他们死，我要他们活下去，带着病毒把它传染给其他人。混蛋，混蛋！我找你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到渡边雄一并干掉他，同时也干掉这个鬼冢一郎，并且把所有制造细菌武器的实验品一切资料全部销毁。此次行动一定要严格保密，更主要的是绝不能让细菌扩散，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，一旦没有一旦，我们必须完成任务。孟营长，把我们的行动时间改到晚上。好，夜袭修道院。一帮废物，废物！你们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你知道你的丈夫渡边雄一的下落吗？雄一已经在战场上被炸死了。胡说，我没胡说。那你最后什么时候见的他？如果后来他又跟我联系的话，怎么轮到你现在和我这么说话？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？你们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再遭这样的罪了。在没有找到你丈夫之前，我不能杀了你，但是可以给你用刑。我知道的就这些，即便你们对我再用刑，我也说不出其他的内容。哼，渡边夫人，请你如实回答，你真的不知道你丈夫的下落吗？叫我由美子好了。我的丈夫已经在战场上殉国了，这关系到我们帝国的重要计划。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，请你务必和我们说实话。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？难道他没有死吗？有人在中国见过他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没有死吗？他为什么没有找我呢？这个混蛋，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我受罪，这个禽兽不如的男人。
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慰安所。先把他带下去。是是。走。老师，今天我见到了一个人，他是我的师父，你的太太尤美子。我没有时间再和你玩下去了，如果你再不承认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真美，板垣已经下了命令，如果实验不成功，所有的战俘，你还有我，都会死在这里的。他，真美，给我过来。放开我，小鬼子！魁种阁下，放射气体，放射气体，这是。给我，希望拔下来！鬼子，你们这小鬼子，禽兽！包括中佐，死亡三人，活命两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成功率这么低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谢胡啊，我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胡啊。上次回去跟他说你们结婚了，这孩子高兴的对谁都说谢虎是他爹亲爹，还好几次到司令部找你，想见他爹和娘。给你太多的时间了，但你的实验接二连三的失败，这让我和田中将军非常痛苦。抱歉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哼，秘密基地必须得转移，这里所有的战俘将成为你的陪葬品。哼，大日本帝国没有用的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意义的。板垣君，我们的实验率已经达到了80%，凡是接触 HI 病毒的人，有80%会被感染。但是什么？这些病毒的潜伏期与它的免疫力没有考证。没有考证？对，这需要时间。它的病毒的潜伏期。他的免疫力在短短的时间里根本得不到考证，这些完全是未知数。你说什么？就是说80%的感染会在15年之内把这些病毒扩散或者传播，
那也有可能他们并没有被感染，对吗？不，不是没有被感染，而是他们自身的免疫力把这些病毒免疫了。混蛋！鬼冢君，我在这里不想听你说什么数字游戏，也不想知道什么病毒的潜伏期。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，病毒什么时候能实验成功？这个，直接回答。还不清楚。如果能找到渡边将军，找到确切的实验数据，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。鬼冢君，我已经给了你最后的机会，今天晚上秘密基地就转移，而你将永远留在修道院。所有战俘就地正法，立即执行。什么名堂？感觉不对劲儿啊！已经出去这么多人了。出来，快点，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终于承认您的身份了，我是您的学生，不可能出卖您的。如果您早出现，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鬼冢君，您能阻止屠杀并放出我妻子由美子吗？老师，他是板垣抓起来的，我就是把他放了，他也会找到你们的。老师，您是帝国的中将，板垣他不敢把您怎么样的。鬼冢君，你为什么要帮板垣？我是军人，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。 HI 病毒的数字在我一个人的脑子里，没有我你们不会实验成功的。我已经做了很多次实验，每次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鬼冢君，你立刻停止实验，这样的病毒违反自然规律，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。犯的罪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老师，我如果不进行实验，板垣会杀了我的。我们日本人已经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，你们还想把这个灾难再继续扩大下去吗？是时候该停止战争了。老师，现在能帮助你的人只有您自己。老师，您承认吧。走，快走，走啊！跪下！跪下！板垣真雄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看看，这就是胆小的中国人。开枪！
人真凶。我是渡边雄一中将，我命令你不许下令开枪，他们都是我的实验活体。这次可是高副司令下的命令，为了攻打修道院，我们前后已经牺牲了三位同志，所以这一次哪怕是到最后关头牺牲到底，我们也要把所有的战俘都救出来。这是一场硬仗，部署好作战方针，誓死救出战俘。谢大哥，小刀的遗体已经找回来了，可是嫂子还有寻飞。今天晚上把他们都带回来。一定要给嫂子他们报仇。来，我们重新部署一下，这个是修道院的地图。日本人的基地已经暴露了，他们会尽快转移的。会不会已经转移了？应该不会，基地是秘密的，日本人不会光天化日之下转移的，如果被我们发现的话，他们的损失就很大。对，我同意谢虎的看法，现在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搞破坏。从这张图上看，这是毒气室，它的后面就是实验室，而它的旁边就是牢房，里面关押着不少战俘。我们经过实验室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奶奶的，今天晚上我就要找他们报仇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相见分外感人呐。渡边君，找到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本人真凶，这些战俘都是我养着的木头，我要留着做实验，请你不要再屠杀他们，答应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另外，我们马上转移，开始你的实验。HI 病毒一定要研制完成。走，快走，快点！你别磨蹭，你跟上。快点，快点走。生墨玲子，你们两个留下，所有人都转移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？中国人对死者是很在意的，即使放着活人不救，他们也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来抢这几具尸体的。你们两个留下来继续埋伏，等着他们出现。师父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再来了。我和突击队交手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他们有所了解。中国人的特点重感情，他们往往因为感情而做出许诺，所以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这一点，设下埋伏，歼灭他们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师父，玲子她不需要一起留下。你说什么？
这么多的仪器设备，还有战俘，以及渡边中将，师傅的身边需要人手。春子，你一个人对付得了吗？请师傅放心，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。这么安静的地方，谁会想到里面充满了邪恶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战俘救出来。林兄弟，苏姑娘，我们四个从后门绕进去。孟营长，半小时后袭击，有什么问题会通知你的。
知道你有厌战情绪那天，我就不该再信任你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师父，我们不能因为狂热的个人野心而残害无辜的中国人。你在训斥我吗？圣猫纯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作为日本人，日本就是一个蚕，而中国就是一片桑叶，我们一定要吃桑叶。可我们是日本的帝国武士。作为武士，你更应该清楚，你还是执行命令的军人。难道军人的光荣就是屠杀别国的老百姓而建立的吗？师父，纯子求你了。